2月20日将在香港举办婚宴的阿娇，今日与老公赖宏国举行了结婚登记仪式。英皇集团主席梁寿成及英皇一般艺人，包括容祖儿、古巨基、蔡卓妍、关智斌、郑希怡等，都一道到场，见证阿娇与赖宏国的幸福瞬间。现场容祖儿、古巨基、蔡卓妍等一众好友纷纷与这对新人合影留念，送上真挚祝福。蔡卓妍在个人社交账号上送给阿娇的一段话令人十分感动，她说，就算你的生命里多了个赖生，但我仍然会赖着不走的。果然是姐妹情深。据悉结婚登记仪式在5点左右开始，英皇集团主席梁寿成及赖宏国父亲分别任阿娇及赖宏国的证婚人，二人宣读完誓词便交换结婚戒指，在众好友的注视下深情一吻签纸。仪式结束后，一对新人与亲友留下有赖同框照，现场洋溢着幸福的氛围。